我首先在讲的就是说，作为进入这个学陶瓷，那么大家在市场上遇到的就是真伪鉴定。那么真伪鉴定呢，就会引申到这个鉴定学，鉴定学科。那鉴定学科是一门单独的学科，目前我从自己学习过程啊，总结就是说，中国不管哪个学院也好啊，哪个培训的也好，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鉴定学科。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鉴定啊，它要求的知识面是很宽的，不光是你刚学完古器物学。古器物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拿着一件器物，就是古代啊流传的出土的器物，胎釉料啊器形，那种直观的外观现象，我把它称为古器物学。那么古器物学现在书上，我们现在出的那些很多书啊，包括老师介绍的那些鉴定心得，就是说告诉胎釉特征，我都化为古器物学。我根本说你学完这个你还是不能谈鉴定。那么为什么他只告诉你是外观的东西吗？他没告诉你内在的东西。那你学完这个你能谈鉴定吗？现在你说实物样品图片，这个高这信息设备什么拿不到，不像古代，古代仿古他只是传着，他也没有原来的图片，只有皇帝才有说有这个特权，从故宫里面调出一件，拿到官窑厂，按这个样式你跟我一模一样去烧造。那民间仿古他就写个款啊，哎，我今天我说做个古代器物，哦，那时候的胎是薄的啊，画的好的，这是什么图，什么纹样是最珍贵的，他去理解去自己去做的，还是有当时的特征。那现代仿古这是完全按尺寸纹样特征都可以找得到。外观你如果只看那个现在的鉴定书，那就是说是古器物学，你只学完一门古器物学啊，你说火石红也好，那个橘皮釉也好，都有，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你没有鉴定标准，你形成不了。那鉴定标准的确定，那么你还要补充什么呢？内在的，什么是内在的？内在的就是陶瓷工艺学。陶瓷工艺学先可以分为传统工艺跟现代工艺啊，这个一说题目非常大。为什么说鉴定要求的这个说就是说综合的东西特别多。陶瓷工艺学不仅是陶瓷的制作工传统工艺，还包括原料，这个都要去了解的。一切外观的现象都是内部的结构造成的，你只有深入的把这个内部的机理的特征结构啊掌握了，你才能分析得了。好，我刚才又想讲了，这个是第二点。第一点我说是古器物学，第二点是陶瓷工艺学。好，你学了两点可以鉴定了吧？是可以鉴定的，可以鉴定的。我认为还不够，还要学。还有什么学？现在仿古你不能不学啊，现在仿古啊，你要知道它这个阶段仿到什么位置了。你以前看东西会就是说会固化的，哦，这是仿的最好的，以后你再看的会可能会忽视。他说现在仿的最好的，我看的它达不到那个真的特点，你的标准呢可能固化的，你要不停的更新。我也是不停的更新，以前觉得他们有的特征是仿不出来的，好，最近看又突破了，但突破了还有缺点，不能说
啊，突破了就这个东西就能当真的，实际一点好，它就可以保证。因为瓷器的工序太，你像古代说一胚瓷器过七十二手，它要七十二个人，就说一件东西不管是任何，只要是瓷器一件东西，它要过这么多人的手。说仿的话，它要控制这七十二个人的手法是可不容易的，所以说你总可以找到破绽。啊，所以我们要了解现代仿古。好，这是第三个方面。我为什么刚才讲，我今天讲也是想着鉴定怎么学鉴定啊，不要，因为我在市场上老接触很多老的，我在拍卖行工作，经常有送拍的老先生来了，我就坐在那看完了，他说你为什么不收，他说这个特征很好啊，就是说简单打个简单的例子，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广西的有四位老先生拿了一件东西，什么东西啊，可以说嘉靖的青花五彩的鱼藻罐，很珍贵吧，这大家一说它嘉靖青花五彩鱼藻罐啊，是名品，一说明代嘉靖就是五彩了，嘉万时期五彩正珍贵。那这个罐呢，在2000年在苏富比拍过4000多万，他有一只，他就说他的是真的。为什么呢，他跟我坐着，我什么都没说，他拿出来我就说不行，我说你仔细看，我说不要仔细看，我已经看了你的彩呀、啊、枣皮红啊，他说这就是枣皮红，我就跟他没法解释，他说枣皮红生的发黑的啊，像枣子的，就说完了。这个色彩的理解，为什么看那个耿先生的书，我包括我们教授看完了，说我看不懂，他是看不懂，说青花料就是蓝中泛黑泛灰泛紫有铁斑，我看都一样，它都有铁斑，它有齿，他说分不清楚。我说这个鉴定的这个标准形成啊，等你把这些工艺也学了，把这个古器物也学了，你就能形成一个鉴定标准，这很重要。好，那个老先生跟我讲枣皮红啊，回青料火石红，那款也一样，尺寸也一样，但是他呢，我其实那个一样是他认为一样，其实都不一样。我最简单就是我后来就直接我说你的画风都不对，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说你画风都不对，很生气。其实我这个也不好，太直接了，老打几遍很不好啊。就说刚才所说的，就是说不要按书上的那种他所写的刻板的去生搬硬套，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去生搬硬套去对照，这是在鉴定中是最忌讳。刚才讲了现代仿古，这是第三个方向。第四个啊，实践啊，不能你说你这个都学了什么的，没有实践，实践是鉴定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实践课。实践啊，实践中你就会啊，就会对自己的理论呢、啊、做补充的。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是学习的，在实际运用中去鉴定中，在实际市场操作运用当中鉴定的话，因为现在一件东西啊，别说民间打官司，国家级打官司都多得很，这个没什么的。但是我们要是正确的去对待的话，那就没官司可打。如果作为一个专家鉴定专家，如果你都学了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四个方向，你都学得很扎实的话，我可以作为这样讲，你也学已经可以了，肯定是一个赛车手。我为什么说赛车手？
鉴定鉴赏任何人都可以谈，就像开车一样，你可以开车，我也可以开车，大家都可以，都有自己的审美观。其实鉴定是一种审美，都会有审美观。那你能，你都能开车是不错，你能作为赛车手吗？啊，这就是要一，就要去努力的去学，把这个各方面知识都学好，啊。好，作为官家专国家级专家，五个专家在鉴定中心说三个对，三个人说对，两个人说不对，你怎么办？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科技鉴定做补充。科技鉴定，就现在都是提倡科技嘛。但科技鉴定，我自己认为，在这么多年的实践中，啊，接触当中，科技鉴定是初期阶段，初级阶段，因为它的数据。啊，测的数据太少，中国人都是急功近利的，他做了一些实验，他就很想得到成果，他会马上就说我做了什么，而且这个方向做了哪些微量的可以解决鉴定，很不严谨，我们因为出了很多错误。但是我相信一点啊，科技鉴定可以解决人眼的不足。什么不足？它测胎测釉的成分我们分析不了那么细，我认为是可以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啊。但是目前如果碰上啊五位是吧顶尖级专家鉴定一件器物，出现三个说对，两个说不对的情况，那我用科技鉴定去解决它。那科技鉴定说数据跟那个时代数据相同，那就是对的，这就不要再打官司。所以我刚才说了，从这个五点你去谈鉴定的话，还会错吗？就不会再错了。所以说呢，作为一个鉴定学科的发展，应该是从这方面发展。作为眼学的发展，也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应该就是说光是学古器物。那么古器物学完了，我只能说你学会什么了？一个专家，你说你学完古器物，我对古器物各个时代特征了解了，但做真伪鉴定，我不敢恭维。但是我作为你学得好的话，你知道应该是学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拿一件器物给你看，你知道是什么时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就像你学古器物学完了，我拿一件啊竹石芭蕉的玉壶春青花的点，用点渲染的啊，乾隆啊，不用看看，看形状的时候你要马上能断，这是乾隆时期的。但作为是不是真假，你现在可以不管啊。就说我就把这个器物，古器，你学古器物课学完最后你要考试，就是如果要考的时候，就说拿一件器物你要说出什么年代，很简单，你别没必要就要真伪了啊。学完工艺之后，我要考你就是啊，这个釉的这个橘皮釉多少啊，含量，这个青白是不是怎么解释的，这个胎是干性油性啊，白度松散度你怎么解释，我告诉你，你要懂得这个。我这个讲啊，我讲课希望大家提问，因为短时间我能告诉大家的也只有说自己这个学习的方法，自己的这个在实践中遇到的一些东西，然后大家集中起，然后等我讲完大家提问，我回答，这样的
就觉得一天能学，能短时间能有点，至少能学一点吧。那么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等一下就是说讲一下传统的知识工艺，我也做了幻灯，我想这个大家看看啊，传统的知识工艺是怎么做的啊。幻灯那个，这个口部斜的，然后这个留有那个跳刀痕，然后足部针孔状针眼也很好，它坚实又坚实，又虽然这个料不跟康熙青花翠磨兰相同，不打你，所以说书上老会写康熙要翠磨兰，对吧？有那个深一点的，又是吧？但是你们经常在市场上看，哎，但它又白又坚实，你别忘了，它白又坚实，而且是白的，不是松软的，所以时代特征还是很明显。啊，里头的那个刀痕也刀纹也是很随意的，我个人的疑问就是说，因为康熙的釉大家都知道啊，很珍惜的，非要放动的不动，没有磨痕。就看官窑更难，就在于它表面现象更少。看明窑，完全有些人说，我一看它就老的，这是为什么老的？因为外观的那种这个历史痕迹比较重。你那作伪的，那就是说作伪的它就不自然，不作伪的就是自然的痕迹，知道吗？像这个没必要拿镜子再看的，这个画的随意，这渲染的也随意啊。那就是说跟初期仿的呢？啊，跟光绪仿的怎么？光绪仿的是等于说青花，它有一点阳蓝的特征，蓝会显得艳，艳的时候不是翠的那种清脆，它往外跑，釉面是白，白的松软，这个概念还要更清楚。另外修胎的时候胎显得细，这个为什么等你学完陶瓷工艺了，就看瓷胎就跟看玉一样的。这是那个和田料，这是山料，这是俄罗斯料。你要为什么要学陶瓷工艺？你知道这个胎的变化，时代变化也出来了，对吧？说陶瓷工艺告诉你，在我今天等一下讲疏泥薄青、平等青啊、回青、石子青、回青、遮料、朱明料，其实都是青花料。你怎么只是它们外部特征什么造成的？铁锰啊、钴，这个含量的变化。那么当时他们试用的是这些料，但我们看器物，到了今天看器物，这种料是很随便就调出来的，都懂的，很随便就调出来，你要调都是懂，但特征是有差别的啊。我们看幻灯，这碗碟子杯子直接在一次咕噜一次拉费，对，一次拉费。那么它的这些文字的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说这个元器烧造的实际尺寸，做胚的时候要放大啊。因为胚啊是泥，它烧瓷会收缩，比如说一尺的盘子，你要做胚要做一尺二三，要放大。你看这个是轱辘车，以前那个轱辘车是埋在那个地底下的，它用木棍脚的转的，没有机械的，是手动的。这个转盘啊，这个是它下面，它的下部结构是这样。它有一个顶子，顶面顶了一个木棍，然后放上去就行了。
这是他的转盘，这就在拉胚，啊，拉胚，啊，在这里有架子，拉完了就放在架子上，啊，这边这是这个图啊，是唐英制的，啊，乾隆时期做的陶冶图，啊，这是在那个红喜博物馆藏的这部车页，我把它翻拍下来，台湾。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反的。反了，这个我再讲一下，这个轱辘车现在是电动的，就是转心呐、啊，速度啊都相同。这个转心速度因为是电动的，它是能控制的，不像它手工，它搅完了这转就慢下来。为什么看现在的刀纹，跟古代的刀纹有区别？是有自由问题，就是这个自然现象。因为它转速不相同，这个造成的手法呢就有区别。我们看古代的遗留下来的篆体，就是刀纹跟现代的，就是直接在刀纹是明显区别。一个规矩和自然，就是自然度不同，就是一个是原始的手工的东西啊。陶炼泥土啊，陶炼泥土啊。新石之新子，它陶炼呢是等于说，这已经是等于说，石已经做成了，叫做泥，就是砖状的泥土，然后在这配完了这种陶缸，啊，它按它的比例配的，就是说，石土在宋代都是一元配方，就直接就是说。奇门土就是说景镇附近有个土，就早期用那里。那个高岭土是到明代才开始采用。出去不是在这个啊？出去不是在这个？它是陶洗，然后把它化在缸里，然后陶洗了，然后放在这个纱布里过滤，然后就可以用了啊，就是很清楚了。过滤完了放在这里，放在房间里啊。房间里阴湿的地方，啊，保存。郭老师，我有点糊，到底是瓷土还是瓷石？这是泥土了，瓷石要就是说开矿了，它要碾碎了做成那个瓷土了再来配，它要有两种或者三种的土给它配起来，才能再来陶炼泥土。那这是已经是第二道了，第二道要就可以这个泥土做直接采来的土，必须是那个磁石。磁石对，磁石等于说碾这个磁石碾碎了才能用，陶洗完了才能用，变成了土才能用。那么这个陶炼泥土就是等于说，它这道工序完成了，这个土就被这里直接就可以拉胚了。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怎么从山上采石，怎么炼的炼土啊。好，反了有那个胡老师，这一道工序在拿那个话筒，说到话筒看刚才的陶炼泥土啊，这也是原始的陶炼。那么它造成就是说，这种陶炼的土跟现代的土的区别，我讲一下。因为在实践中我接触的时候，这个陶炼的土，因为是人工陶炼的，它的空隙度跟现代的空隙度是，因为现在是等于机械积压的。密度可能实一点，更松一点，所以有时候看古器物的时候会看到胎会有空隙，小的空隙，但空隙也不易过大。过大现在人也造，啊，等于说有就行，有这个现象就行，是等于说古代的一种，等于说至少是原始制瓷的方法，遗留的痕迹在这上面。
啊，所以说要学学那个传统工艺就是啊。陶令泥土好，下一个啊，刚才这不是说采石制泥吗？他在山上啊采了矿石，那石头是青灰色的，然后直接在这个水车碾碎。这种车现在在偏远地方还是能看到，它是这种水车，然后碾碎了，然后再淘洗，沉浸淘洗，啊，做成那个墩子，泥墩啊，还是制泥，啊，好，再看，采取青料。这也就是说，这个陶冶图写得很清楚，但是每一道工序都写了。这个青花料啊是怎么制作的？从这个文字上呢，可以明确的告诉我们，乾隆时期用的青花料就是产于浙江，看吧，浙江绍兴金华啊两郡，就是说产于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说清代的青花料是浙料啊？就是说这个当时唐英就有明确的记载啊。他采了这个青花料，其实也是一种石头矿石啊，然后采了矿石，在溪流中把那个灰尘杂质给洗干净，流到石头，然后再煅烧。它制作就是放在炉里煅烧完了再碾碎，挑出那个色黑的青的给它碾碎了做上等。你可以看看，大家可以看看这文字啊，它锻炼三日嘛，取出淘洗啊，它这个石头洗干净还要锻，就放在高温的窑里锻炼三天，对，才能再碾碎，才能用啊。知道一下这个制作工艺，再看看锻炼啥意思？烧啊，就是锻炼锻烧的，锻烧的，对，锻炼。那颜色也变了吗？可能会跟那个跟空气反应啊，氧化了，然后才能用到。啊，这一道工序我只知道，没有实践操作。来。浊气造胚啊，这讲浊气，浊气是瓶啊、罐啊、樽啊，啊，就是大且气，等于说是相接的，等于说不是两次三次都可以，反正不是一次出来的，是大且气啊，叫浊气，浊气造胚啊，它也是，你看浊胚造气也是在陶车上、古瓷车上造出，然后相接成这个瓶啊。这个瓶啊，这是我在青岛博物馆看到的，一模一样。青岛博物馆，这个乾隆的青花山这里，那个大件也这么大气。你看这个很多颜色釉的东西啊，啊，乾隆烧造时很多颜色釉啊，哎呀，看看。好，再看看啊，这个讲了炼灰配釉。炼灰配釉，这个炼灰只有炼完灰才能配釉，这个大家就讲了。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什么，这是传统配釉方法，景德镇一直采用，就是景德镇陶瓷一直采用。景德镇瓷器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青白釉，有任何地方区别于任何地方的，它白中泛青啊，然后有一点细菊皮。其实说传统釉很容易看，它的橘皮的多寡是跟什么有关系？跟这个灰有关系。那灰是采在哪里的呢？灰是景德镇附近的山上有个凤尾草和石灰石煅烧出来，
就配成釉灰。灰跟釉果就是也是这种泥土啊，釉果泥土也是叫就是配釉的那个土混合了才能制成釉，它没灰就不成釉，你光用那个釉果它是不可能烧成那个釉。釉这个灰是属于助溶剂啊，灰里面有这个草就是风尾草灰里面还有一点还有铁，大多是氧化钙啊。你看啊，这里还注明了，这里写了很清楚啊，焚炉泥石盆，就是泥石盆灰一盆为上品瓷，瓷器之釉，泥七八和灰两三为中品之釉，若泥灰平对或灰多于泥则成粗瓷，粗瓷釉。大家理解是什么呢？理解就是说泥石粉灰一粉，这个瓷的釉是白的，瓷釉白，它白才是为上品，泛青就是说是质量，其实说瓷器应该烧得更白净一点才觉得更漂亮，泛青是一种瑕疵，所以他们就是等于说灰多了实际烧着发青，就把它理解为是粗品，但实际中我们不能这样对待，分器物的对待，作为一个盘子碗小件你上这个发青的釉就不漂亮，对吧？你上白釉就好，但是作为大件器物你上那个白釉特白，它对它的氧化还原对青花的成色会有影响，它烧不出那么漂亮的青花，反而不能用这么好的釉，所以反而要用粗，就是得灰多的发青的釉，它容易成色显色出来，那么实际的成品率就高。古代人很聪明，所以我们在看古器物的时候，大件器物釉就是发青的。如果这个又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下回看到大件器物这个釉发白，我觉得古代人不应该用这个对吧，这也是错误的，对吧？特别是大缸大件器物它釉泛白，这又是传统工艺，研究传统工艺的时候告诉我们的信息，但是要和古器物结合起来，你不懂古器物又不行。这又说完了，我懂了传统工艺我能鉴定吗？他请的证那么多都是传统工艺的，他不懂鉴定，但他懂什么？他说这个是传统工艺说的，是老的，什么年代的他不知道，但是你学了古器物就容易解决这个问题，对吧？所以内外结合分析，鉴定是分析过程，不能说没有理论，没有理论依据，你说我东西就是假的，你说我东西是真的，我感觉不能这样，我们要分析的啊。好，我们再看看啊，这讲了这个熬釉吹釉啊，这个上釉方法，他讲的其实是两种方法，其实古代有烫釉有浇釉有刷釉，各时代的手法是不同的，但他讲的就是熬釉吹釉啊，看看就知道。那么讲了这么个熬釉吹釉在烫釉浇釉，他们在古器物反应特征是什么呢？吹釉如果技术不熟练，它会产生波浪釉，因为它是吹的，就容易力度掌握不好，就会产生波浪釉啊。烫釉呢，下回看看碗、看盘，它就是烫釉，就是拿釉直接浇着盘心一过一道啊，这个釉很平实，很干净利落。现代人就是说手法也不如古代人，稍微薄的器物，很薄的
盘子杯子碗，它可能叫炊俑，但是古代绝对不用，古代人就不用，它就是很简单，人熟练了，它一教一套，很快啊，就跟变魔术一样的，你还没看到啊，就已经上好了啊。所以说研究这个炊俑方法也能给我捕捉陶瓷信息，是不是他上釉上错了，是吹的，这不对了，吹的他应该是烫釉，以后在鉴定中哎发现了这应该是烫釉，但是这个起了皮皮不应该出现，但是有的东西就是吹的，一定还是吹的，这个是以后你们在看古器物的时候啊，就怎么对待的，你们以后在实践中慢慢去找，好吧，好，再看看啊，元气青花，这里啊，我们最重要的要讲什么？元气青花啊，就是说画元气青花，不是几个工匠，很多工匠，要至少是三天，是烧柴窑，柴窑应该都是烧柴窑，你们这。现在是烧汽窑，咱们现在也有烧柴窑的，对，也就景德镇就不多了，就是为数很少的几个柴窑还在烧，也是做仿古瓷才烧柴窑，仿精品仿古才做柴窑烧。那么柴窑跟汽窑的区别，首先你可以看出，它汽窑烧一天，我柴窑烧三天，首先说在时间概率上就会感觉到，一个是速烧的。就像我们打个简单比方，就是说我们家做粥用急火，很快15分钟就把粥做好了，跟我花3个小时做的粥味道怎么样，大家一品就出来。那么在瓷器上它是反映在釉面的，不是说味道啊，反映在釉面，它釉面是一个是温润的，因为它是三天火有个初始，然后一个氧化还原，一个降温很缓慢的，因为它控制不了，对柴窑，因为它本身保温的啊，它就柴窑烧的釉，一个气泡温润感不同，汽窑烧的是紧密的，光泽是深硬亮的刺眼的。那么大家就想，那么我看气泡是不是可以鉴定呢？其实我的回答过很多人，这都是一方面的。就像我可以分，就我只不用看，我不用就是说拿放大镜看这个釉感，我直接放着，我可以看出，从光泽上我就可以分出一个是气泡一个材料。但是看气泡能不能鉴定，我只能说。釉的结构都是气泡组成，只有疏密这种感觉，作为断代来讲只能分析它是不是传统工艺，并不能去断代去鉴定，只是这个有作用，但是不具备这个功能。我拿柴窑烧的它肯定干一样，这是觉得还有这是吧，这个釉泡疏密大小有层次啊，因为它的烧造方法还是按柴窑烧的，从气泡反应很难反映出来，但是古代的器物的气泡里面可能会有杂质啊，如果你光看气泡这个结构看不出来，所以没必要。其实说鉴赏啊鉴定啊，你只要说掌握的这个就是说陶瓷工艺啊古器物的知识量大呀，完全就是拿出来就看人样。今天我认识你，你长这样，你哪天变了，你就不是这样，你就肯定不是你，对吧？一看就不是你了，是吧？好，就这样。这个明炉暗炉，明炉暗炉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彩釉上彩的彩绘瓷器，低温烧炉啊，这个炉温一般在700-700度到800度，明炉呢是烧小件，暗炉烧大件。然后它的炉的形制炉，这个炉可以再讲啊，我讲一下吧，因为现在也没有，
我也是从理解文字，我都不知道怎么烧，我也没看，但是我听古，就是说景德镇以前老艺人跟我讲过，他讲过都是感性的，但是我就是文上明炉暗炉，一个是明火，一个是暗火，应该是这个，应该是一个小件一个大件，好，我们再看看，玄胚挖竹，就说瓷器啊，就是在前面工序做完，画完胚，上完釉了，它叫玄胚挖竹。作为元器，以前他们就是古代人很聪明，它元器是实心竹，它为了方便上釉，它容易把抓握。如果你把竹一开始就修好了，你抓不破了，连上手都不好上手。它有实心竹就容易抓，然后上釉很快，手法也快。现在这个现代人就是说，他在立坯的时候就一次就给它立出来，就是把碗的形状、竹的形状都一次修好。所以上釉方法它又不好拉，抓又抓不住，它怎么只有吹釉？这是缺陷。其实说这是缺陷，反而是。在生产上速度也挺慢的，所以古代人说做他一天拉胚要拉盘子碗五六百一千件都够了，五六百件没问题的拉出来啊。玄胚挖竹，然后他上完釉了，内外釉上完了，就是说画完了，内外釉也上完了，他再把玄胚挖竹，再把竹整个形状挖出来，再上釉，在斜管上釉。那么挖竹，那么竹的特征，你就按书上的早期怎么修竹啊，就明代的修竹怎么样，清代修竹怎么样啊，这泥鳅背是怎么修的，注意这个以后怎么修，为什么要这样修啊，所以我今天就随便讲一下哈。好，实际啊最怕的就是烧，烧得好的叫继承，所以古代现在就说看完这个说瓷器珍贵，真珍贵，确实一个工序繁琐啊，最后窑火烧得不好也不行啊，烧一窑整个就烧坏了，你前面全白费。所以瓷器啊，好的瓷器卖几千万一点都不贵，特别说雍正粉彩那橄榄瓶，那个张宗宪的妹妹张永贞送给上博了，那个橄榄瓶4000多万，是真不贵，跟他油画比起来我们距离还远着呢，所以说瓷器还要涨，还要涨，特别是好的精品少啊，还要涨。好，这是第一页啊，这是这不是写了唐寅吗，对吧，唐寅宫篇的，然后把这个字词的秩序啊工序写了一下啊。好，再看看有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提的就提哈。这连卷青料，那连卷青料有专门从事这一行的，写得很清楚啊。料之黑绿润泽光色俱全者为上选，就是说煅烧完了它要选料，它选那个青花料，选青花料就晓得黑绿润泽光色俱全者为上选啊，就是先选料，它又分。这告诉我们要做这一行，以后我要不干了，我回去就做这个了，选青料去了。啊，好，这个硬胚卤料，这个硬胚，这个我就讲着重讲一下。硬胚，你看大小圆器拉胚。啊，成水胚，水胚就是说它没有完全干，
就是还是半湿的时候啊，潮湿干用啊，用拇指套胚其上啊，用手拍，就说以前做完杯子盘子碗碟子，它有个模，这是官窑制作啊，它有模，它有个修模的工序在里头，等一下可以看到。它模修好了，它为了什么？就是固定样式，这个样式要统一。所以古代人就说做官窑，为什么官窑有一定样式？为什么看瓷器说要掌握它的器型？这就可以说器型很重要。因为他当时给我们有模子，当时所以他的口沿的变化、腹部的变化都是统一的。他审美观是当时在他那一朝肯定代表那一朝的审美观，所以一看那个样式，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雍正的，这是乾隆的，啊，这是明代的，啊，所以说有一个修模，所以硬胚。那么现在呢，就是说简化了，没有这个硬胚。很麻烦，你知道吧？现在人简单，他说他用眼睛看，你给他一个东西，他用眼，哎，这个弧度是怎么样？他眼睛看，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你再看的准都是有差别的。古代人东西做出来就是四样相同的，你现在做个碗，他有的腹部稍微啊做的，就是说在胚上稍微弧度做大一点，烧出来就落了，掉就落了。落腹部，有时候我们看瓷器，这个碗根本不挺不起来，它腹部塌下来了。下午一看，这工序不对，假的，没事，说假的没事啊。当然有的就要分析这个是不是，比如万历时期的东西很粗糙，它可能也不扣模，要分析，不能。说哎，我一看呢，这个腹部塌下来就是假的啊！但是分时代，如果它是那个时代的，它应该是什么样？另一个时代的允许什么样？所以鉴定是灵活的，所以说一定不要说学完了之后每一个朝代什么风格学完了之后机械的去对照，最犯的就是对照鉴定的。好，制造瑕不？我看前不久我回去一趟，我一个老朋友，他有一个，他说现在匣钵制造匣钵，景德镇都没人制造了，因为总共现在材料又没多少，用量又不大，这个现在已经没人再做制造匣钵。匣钵是装烧瓷器的匣钵，那现在烧瓷器都改进了一个隧道窑，这电。直接有那个石英板，就是直接就不用这个匣钵，匣钵原始的就挣不着钱，这工具都现在也估计以后也没有了。这个文字写的是制造匣钵用的是什么土，匣钵的颜色就像我们看的烂火砖似的啊，看的烂火砖的颜色一样，它可以做成圆筒的各种尺寸，按你装烧的瓷器可以做成各种样式，但最后在窑里是圆柱状的啊。好，元气阳彩啊，阳彩为什么叫阳彩？那阳彩大家想的阳彩就是啊粉彩、珐琅彩，其实以前都叫阳彩，它学的那个彩都是西洋啊过来的，所以叫阳彩。元气阳彩就是在元气白气就是白胎之上绘画模仿西洋的，故曰阳彩啊，其实就是粉彩啊。你看这画啊，这个图啊特别好，我很喜欢，它有很多样子，有时候我姐看看，哎，这个绣墩，哎，想想，哎，这个以后我看的是乾隆时期，哈，绣墩花盆什么样的啊？这图很好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个，
铸造装桶，以前都是拿稻草打包装啊，然后再运到宫中哈，铸造装桶。好，要不要休息一下？讲完了，讲完了哈。陈胚路遥啊，就是说这个工前面的工序全部完成了啊，装窑啊，你看以前柴窑啊，在屋里的话，你看这个窑门啊，柴窑。好，再看看，没了吗？啊，还有，还有一张，还有，应该还有啊啊，元气修模，你看啊。刚才说了修模，这个修模啊，这个上面记载就是说，我看看啊，这说了元器织造每一四款动金千百，就是说它拉坯拉完了，各种形状都有，你知道吧？大小啊，大小尺寸，然后非要有模。断四款，断再清楚一点。断南画一是吧？画一齐，画齐拇指啊，鱼圆样相似，但尺寸不能计算，放大则成器。比较原样，收小对吧？啊，盖身胚泥松性佛衣金窑火松者，就是说它的泥啊，各种泥的配方，它的收缩度不同啊，但是你先要掌握了，在放大跟缩小的时候计算出来啊。只得七八寸，就是说一尺织胚只得七八寸织器，就是说一尺的胚烧完了只能织七八寸的实物，就是说其收缩之理，李兰也欲有一些拇指是修故拇匠不约造何约修啊，模匠都是有单独的一个这个行业啊，模匠，凡一器之模，非修数次，其尺寸是款，烧出时，并不能。